如果为着安尼啊，你即马今仔讲一句话要下面那边啊，我要发动罢免啊。我感觉无啥哩，但是我家己吼、哦、要甲你罢免，我都会感觉讲安尼理由足啊无足呢。我会感觉理由敢是不足，伊要评论陈水扁是你的代志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我今仔日啦用安尼甲你要甲你发动罢免，我家己会感觉讲安尼理由可能不足。哦，搁今仔啥物人甲你发动罢免，我来叫我签，我也袂签啊。第一，你无贪污嘛？哦，你无官商勾结，我了适当搞，你若做了无好，咱好落选就是甲罢免。所以即马对你有气的人，我甲讲唔免啦，你免甲罢免，互伊做乌头，适当搞好落选就是甲罢免。Empty hearts and neon lights.